我们准备了一年，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合唱而已，我们自己做了一个 team，
这个停键呢，只有五个发音而已，哆来咪发嗦而已，只有五个发音哦。来，这个键就是哆，哆，然后是瑞，然后是咪，然后是发，是嗦。哎，你看到耳边好不好？我发现我没有地方放的，很拍水了哈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等一下我来负责弹钢琴，弹到了那个音符，那个人就要蹲下来。大家帮我看一下，哪一个键盘出了问题哈？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五六七八，哆咪咪发瑞瑞，哆瑞咪发嗦嗦嗦，嗦咪咪发瑞瑞，哆咪嗦嗦咪，瑞瑞瑞瑞瑞咪发，我咪咪咪咪咪发嗦，嗦咪咪发瑞瑞，哆咪嗦嗦嗦。我看了一下，大家一定以为说，哎，我们就这么简单，怎么可能这样念了一年？当然不只是啊，刚才是最基本的，从头记才要开始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这个键盘呢，现在开始要出现一些变化了。现在我们玛丽兄弟的版本，玛丽兄弟大家有没有玩过？有。有。对，好，玛丽兄弟怎么做？大家一起做一遍。一二三，哎，很好。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一根棍子给我哈。错了，等一下哈，忘记了。好，我这次速度会加快，大家帮我看谁出错了哈，我就好了。五六七八，哆咪咪发瑞瑞，哆瑞咪发嗦嗦嗦，啊哆咪咪啊发瑞瑞，哆咪嗦嗦咪，我瑞瑞瑞瑞瑞咪发，我咪咪咪咪咪发嗦，啊哆咪咪发瑞瑞，哆咪嗦嗦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键盘哈，有的时候会有点跳墙，因为我弹得太快了这样子。啊？少年的祈祷，我拍谁啊？明年好不好？明年哈，大家帮我记得明年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？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，怎么可能说是结束？我们现在一年嘞，一年嘞，对啊，好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接下来要表演叫做哈哈合唱团，哎，把它搞背景了，开始了啊、哦。哈哈合唱团，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天才冲冲冲》？有哈、哦，里面有一个人叫 NONO， 知不知道？知道。NONO 最喜欢什么了？哈哈，哎，很好，所以我相信这个游戏大家都会玩，所以我现在要点名。请台下的观众一起上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请我们财务部派出一个代表。